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。过了江，温度还是低一点，地上都下霜了。洗漱完毕，7:45了。发动一下，准备开过去了。进厂了啊，跟收工人也联系了，他叫我进了厂以后停在边上等他。应该就现在前面这个仓库里面，我记得来送过货。这个工厂比较大，这个手续比较繁琐，啊，我们来早了也没用，避开这个人员工人上班的这个高峰，打电话给采购，采购还要传达给下面的仓管，仓管还要叫人，对吧？这个一条程序走下来也要一定的时间，你知道吧？来早了也没用，但是只要开始卸了，这点货就很快的。我在车上给他搭把手，下面两个人一搬，一刻钟就解决问题了。呵呵呵，就要开到仓库里去。这个仓库有点小，哎，今天还是蛮顺利的，一把得。搞定了，把车子倒出去。包括骑过车，我拍过照片。嗯。8:40，搞定了啊！先开出去。开出去先停在边上看看能不能再找到出去的货。那边来的。早饭没吃啊，泡碗面吃吃。面刚刚泡好，纸箱厂跟我讲，
今天还有一车祸，祸已经好了，那吃完面就过去装。从黄岩回来的这个货运费已经付了，已经到账了。2450。回单只要拍个照片给对方就行了。我们跟这种厂里的这种直接打交道的这种用户，实际上99%很爽气的。这个拖欠运费一般的话都发生在那种物流信息部啊，还有那种有的小厂个体老板，但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少了。去年一年没有遇到过拖欠运费的现象。然后我如皋这边之前跑上海一个物流老板，7年之前欠我的运费，去年年底还有2200块钱，最后也已经结清了，等于我现在等于外面根本没有欠账啊。这个家伙7年之前欠了5000块钱，5000块钱分7年给完了。我本来想做一段视频的，你懂吧？这个要钱真的很难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我没钱，我做生意亏掉了，我不是说不给，对吧？我有了我就给。吃完面就去装货了。龙游河桥，龙游河9981万。我们从丁默公路往西，然后到前面204国道向北，一直走就到达装货工厂了。安静，祥和。高兰好是好，就是盖油不凡。前面这个师傅装好了，夫妻两个配合，
盖油布。哎，像我这一直开厢车的人，这个活儿绝对是干不起来的。我这个人胖，也不灵活，爬上去也不敢，危险。俺两个人配合。这个高栏车好配货，但是盖油布打绳子也很烦。你叫我弄，我现在是根本弄不起来了。我还是跟师傅学徒的时候，刚刚拿了证，跟师傅学徒的时候，师傅教我怎么盖油布，怎么打绳子，现在都忘掉了。而且现在年纪大了，你叫我爬上爬下的也很危险，不敢弄。工作以后到上海车队里开的集装箱，根本不要操心这些事情。那偶尔代班开车队里的平板车、篮板车出去装货，车队里都有装卸工配在后面的，根本不要操心这些事情。所以说如果再弄车的话，还是弄厢车或者飞翼，当然飞翼最好了。飞翼还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漏水啊，但是总有办法的。防潮工作要做好。今天还是蛮顺利的，货刚刚卸完，然后这里又有货装，衔接的很好。这里装完回家洗个澡休息一下，继续出发浙江天台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哎，拜拜。哎，你好。那个，我等会儿照前，我头调过来，你车往前走一下，我得从这边走。哦，那边过不去是吧？对对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你调头调过来。拜拜拜拜。呵呵。